我很喜欢你那个臭拽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好看嘛，对吧？对，是。他就突然瞬间回想起来了，之前他迎新会的时候脱了鞋。你要不要坐这里啊？你快坐过来。对。哎呦，慢点，坐这里。不好意思。说那鞋是管我妈借的嘛，然后我妈脚小，你说我再走两步得呱崴一下，多可怕！我还不如把鞋脱了走呢。你也是唯一敢在那里脱高跟鞋的训练师。太疼了，我的脚。就我觉得回锅肉这不是什么不能说的词，我就是回锅肉怎么了？回锅肉有什么不能说的吗？说你的人多了，这世界上说你的只有两种人吗？一个是嫉妒你的女人，还有一种是不如你的男人。你以为没个一年两载，谁能当个回锅肉？一首歌曲，你觉得谁适合跟你一块表演来选择？我想选小唐姐。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晴天霹雳吧。我跟你，怎么他一副壮士赴死的样子？小唐应该去跳那个芒种。小唐笑一个，小唐。Are you pretty when you smile? Okay, so smile more. Yeah, I'm a pretty girl. 变美，女孩子一定要爱笑哦，你才会越来越美。觉得还是要少熬夜，然后多喝水。自信的女生一定是最美的。做一些保养，那些保养不光是护肤品上的保养，也要做一些适当的那些什么提拉呀、热玛吉呀、热拉提呀那种。赵小唐回答如何变？打针啊，打针啊！我看都没调，都是打针打出来的。我来这儿我还扎了瘦脸针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了？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哎，哪个艺人不微调？我都出汗了，等一下。要把特别真诚的可爱的那一面给大家看。我觉得是性格可爱，而不是装出来的可爱。对。我觉得装出来的可爱和人设，总有一天都会被打破。对。哎，段宇璇，你们是不是48就是经常会走就是可爱的那种风格？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拿捏的技巧吗？这种东西可能是天生的。妹妹戏太多了。从来没有跟这么多女孩子在一起过，109个女孩子，好幸福呀！大家都香香的，太开心了。你确定每天从练习室回去还是香香的吗？他做的又很可爱，就不让人讨厌的那种做，懂不懂？比如现在你去把那个什么什么弄了，就这样的啊，不要，找小唐。然后我们有一个动作，砰，然后他这样，要可爱，跳恋爱循环。要那种非常浮夸的那种可爱。这位是水上乐园来的，那位是猫王吗？第三位那个猫王，美女留个